该不会被当成变态吧？烦死了。应该就在卫生棉那一区，然后惊慌失措，然后不知道怎么挑吧。随便拿一包，很尴尬去结账吧。哎，别！你不知道这个来不及随便乱动吗？哦哟，没关系啦，我动作小一点，不会漏的。真的？那些沾到的衣服怎么说？还是你要帮我洗？哦哟，一定是你挑的卫生棉有问题啦。好，你最厉害。不然你去帮我买那些不会漏的医用卫生棉呐、购买卫生棉这件事情，怎么可能难得倒我呢？就让我详尽的分析出最完美的卫生棉。今天很有把握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卫生棉有长的、方的、大的、小的、长的、短的，有香的、没香的，有翅膀的、没翅膀的，尾翼加长的、加宽的，厚薄的、超薄的、超超薄的，吸水粒子的，我一定会买到对的。该不会我现在被当成变态吧？我现在连拿起卫生棉的勇气都没有。随便抓一把回家吧，总会挑到一两样正确的。浩劫重生之后，我终于可以展开一场科学性的卫生棉实验。好像外漏了，这款不行，你等着看吧。宝贝，我找到一款你绝对没办法挑剔的夜用卫生棉。江江，好自在纯机夜用，有什么优点说来听听啊？它的吸力超强，十小时让你高枕无忧，整个晚上都很干爽哦。我可是亲自穿着它实验过呢。你还自己穿？就算瞬间流量有点大，它还是可以瞬息不回渗，干爽得很。哎呦，好像真的开始有点懂你现在痛苦喽。而且这款啊，长度有40公分长，以及超宽尾翼，这样你怎么动都不怕侧漏了。我可是穿着它在床上滚来滚去都没有侧漏的危险。这样，你就不怕我碰到你了？就这样。这款卫生棉还有凹槽导流啊，可以防止外漏哦，以及3D 超吸粘枕，可以提早拦截流量。哇，现在就是卫生棉专家的口吻哦，啊不就很厉害？但是你刚刚讲那些优点，其他卫生棉品牌都有啊。那有没有只有他自己才有优点？讲出来吓吓人呐、听好了，它是来自日本的进口表层，极柔绵感，触感好的不得了，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。亲爱的女朋友，这款夜用卫生棉你还满意吗？不要再说了，我真的对你完全改观，而且你完全说到我们女生最在意的点，重点是。你居然为我穿上卫生棉亲自体验，我真的是太爱你了。各位男生，你也会在卫生棉的专区前感到头晕吗？请鼓起勇气参加全国男生买卫生棉活动，证明你是个贴心的满分男友。